随着旅游恢复，行李延误嘅情况亦都系越嚟越多，唔少嘅乘客不满加拿大航空公司行李严重延误。邝心如报道。 喺出国旅游嘅国民大幅增加底下，旅客除咗要面对航班延误同轮候护照之外，行李延误甚至记失亦都时有发生。咁其中有加航乘客投诉，从威尼斯飞往满地可之后，行李两日都未有踪影，向加航查询，需表示行李仍在威尼斯。 不過，佢同同行嘅朋友都有喺行李上放咗追蹤位置嘅 Apple AirTag， 顯示行李一直都喺滿地可機場。呢名乘客上社交媒體查看留言，發現類似情況比比皆是，唔少人更加分享機場行李堆積如山嘅照片。 加航發聲明話，絕大多數乘客都能夠領取到行李，延誤或者係記失只屬少數，承諾定必會作最大努力，讓顧客領取行李。加航目前每日接載超過12萬乘客，相比去年同期只有2萬多人。